来关心国际汇市的表现，台币对美元的部分呢，今天是以30.602元兑一美元收盘，贬值6.4分，台北外汇成交金额6.14亿美元。日元则是持续走贬，最低来到了1美元兑114.52日元，而韩元跟着走贬，最低达到了1美元兑1084.62韩元。至于欧元则是持续反弹，最高达到了1欧元兑1.2567美元。